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鸭头，超香的鸭头，刚出锅的，哇，给它吃干净哦。入口就好辣，好多肉肉，鸭头肉还蛮多的，哇，脑花。眼睛肉肉太香了吧，好香。还有肉肉，太香了，这地方是脆的，牙口好的话直接啃了，这上颚。脑花还有一点，这一个就吃完了，实在是香过瘾。这三件，下个视频继续。